永庆高中授课资讯科技的老师，很高兴哦，这次崇友给我这个机会带学生过来这边。其实一刚开始的时候，我要先感谢崇友，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接到那个 mail， 然后又有人员来跟我电话跟我接触，然后后面还有在前一天的时候还发简讯哦，我觉得还蛮感动，因为我很少看到一个基金会这么样的努力这样子。第一个就是让学生体会到整个工厂的那个它的运作过程，尤其是在它生产的时候，我有看到一个萤幕，那个萤幕可以看到每个人员的生产的一个状况、生产力。我觉得这个是要告诉学生，就是说你要有努力才会有收获，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。那第二个就是看不到，就是我们电梯厂看到的那些东西，就是我们其实平常是看不到的，连我自己都看不到。所以我觉得这次参访之旅，就是电梯参访之旅，我觉得是一个蛮可贵。我希望有机会能再带学生过来这边。参加崇永的电梯旅行，那我们学到了很多关于各式各样的电梯，那不管是油压或是气压的，那这些东西都是我以前没有看过的。那我们还学到了很多关于叫电梯来的方式，那有一种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说用手的往上，然后他就会知道说你要往上面，那电梯就会来到你这层楼，然后呢进去之后还可以用语音的沟通说你要到哪一层楼，那这是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。这次的电梯之旅，就是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电梯的那个箱子要配重，就是我以为其实只有一个箱子，然后上面有那个线，然后这样支撑而已，结果是还要有配重，然后这样才可以平衡它的重量。另外一方面是一些手扶梯的一些注意事项，然后就是我们还学到说，如果手扶梯倒退路的时候，我们其实是要跟着手扶梯一起反方向，然后一起快速跑过去，到达的时候也要快速跑过去，不可以突然停下来。